这次的音乐，你们刚刚有听到这个音乐，旁白的到时候，这出戏也是部远剧方成立9年以来，我们这一次动用最多乐师的一次。那这次乐师有12位，我们也会到时候会是在台上。那不管是我们的灯光，还是说舞台上的一个设计，尤其这一次我们的导演蒋建元导演，他真的很用心，把这一出戏，我一开始看到这个剧本的时候，我蛮担心的。 因为是一个心灵探索的一个戏，我怕观众会觉得太闷，但是透过导演的手法，真的好笑又好感人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希望通过不远剧方年度大戏《带雨》，能够。